你别拉我，这小子就欠揍。坐下。你知不知道，麻楼的女儿死了，就死在我面前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怎么跟你没关系？麻楼的媳妇和孩子死，就是因为没地，活不下去才死的，怎么跟你没关系？那是他没能耐。你以为你有能耐啊？ 你能赢麻楼，那是因为丁四给麻楼下了泻药。啊！哎呦，太少爷，还有少爷，我再也不敢了，少爷。你他妈干了件什么事儿？少爷，我再也不敢了，少爷。哎呦，把老子的脸都丢尽了。少爷，我就是怕您输给太少爷。哎呦！ 我关大少爷乃人中之龙啊，而此地依山傍水，更是吉祥之所。依托此地，大少爷日后必将飞黄腾达。只可惜这五行缺水，冲不了桃花，这感情难免有些坎坷。那怎么破解啊？待我掐指算来，有了。 您只需在土地庙捐些香火钱，方能化解。哦，那得捐多少钱啊？这要看大少爷心诚与否。你算的真准。哎，准。小神仙，在。你今天出门的时候，你们家祖师爷没告诉你，今天有可能会掉到水沟里吧？哎啊！ 小神料事如神，你骗吃骗喝的废物，别让我在阎良殿看见你！我求求你了，你把地还给我吧，家里边有老婆孩子，你总得给我们留条活路吧，秦少爷。我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了，秦少爷。 秦少爷，如果你不还给我地，那就把军饷还给我吧。我们总得吃饭吧，秦少爷。你的军饷顶的是我们家的地租，这还不够呢，对你够意思。怎么着？我还得把军饷吐。我欠您的租子，我以后一定还上。可您得容我个空啊。要不，您多少还我点行吗？ 大龙啊，地租是你欠我的，地我给你了，你自己弄丢，你怨谁呀？我爹为这事儿气得到现在都没醒呢，我找谁去？你呀，这就是你的命。秦少爷，这好了，大少爷，老爷又吐血了。秦少爷，你得让我们活呀，秦少爷，秦少爷。 秦少爷，嘿嘿嘿，哎，不是看你的，看你爹来了。哎，老爷子，我买点好吃的来看看你，全是红会坊的拿手菜，你俩身体好啊？哎，好，丁少爷，那屋里请吧。好，屋里请，来来，屋里请，屋里请。 老爷子，哎，丁少爷，这使不得，使不得。俗话说得好啊，无事不登三宝殿。我来这儿是有事相求。丁少爷，只有我们求您的份儿，您又说笑话了。老爷子，不能这么说话啊！这件事儿只有您能做主。我呀，是来向银子提亲的。老爷子。 我是真喜欢银子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待他。来，咱把这杯酒喝了。丁少爷，这事儿啊，我可不敢做主啊，这我得听银子的。这家伙，别的个都，这，丁少爷，哎，老爷子，坐坐坐，老爷子。 要说荣华富贵吧，
虚了点。单说这岩流镇上，银子要是嫁给我丁啸天，何愁没有福享啊？丁少爷，你容我再想一想。行，三天之后我就下聘礼。爷子，坐坐坐坐坐。三天以后下聘礼，五哥，这件事你得亲自去办。是。爹，你怎么能答应他呢？好闺女啊，这整个炎陵镇谁都知道，那邢丁丁是好惹的吗？那枪都撂到桌子上了，你让爹说什么是好啊？您怕，我可不怕他，我还不信了，他敢明抢啊！这闺女大了啊，不中留。要不，咱就认命吧。爹，要不咱们走吧。走？对呀，咱们只要离开这儿，他就拿咱没办法了。哎呀，咱上哪儿去呀？哎呀，爹，您就别喝了。爹，快点啊！爹，走吧。上人，你们是谁啊？上人，外面天冷，您还是回屋吧。我告诉你们，我可不管你们是谁，给我让开！上人。我们少爷交代过，无论如何不能让你出这门，你别让我们难做。你行了，回去吧。啊！你的命啊！少爷，嗯，少爷，人呢？在屋呢。伯父，我来了！我就算准了你们两个得跑，我这是萧何月下追韩信，不跑田庄访敬德，刘备三请诸葛亮。银子，我的诚心天地可见呐！人家请诸葛亮为的是定天下，我娶银子为的是定我丁啸天下辈子踏实。